最适合出来走走啦。也想被我今天来到了大稻埕，还有散步的地图可以看哦。就算是路痴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好险好险，差点掉下去了。咦，奇怪，路上怎么会开了一个奇怪的洞啊？嘿呦嘿呦嘿呦，好多小精灵从地底冒出来了。地上的太阳真大哇。嗯，小姐你好啊，请问这里是哪里？我们想在这来场大冒险。嗯，这里是台北大稻埕。哎，你们是谁啊？我来，我们是来自地底的赤毛族，我是达瓜，最喜欢冒险，我的手能伸很长哦。你好。哇哦，你好，我是颜小妹，我也最喜欢到处探索有趣的事咯。等一下，还有我是八海，我会飞哦。我是法鲁，地上有好吃的吗？我是百吉，我煮的菜一定比较好吃。我是凡娜，你不懂啊，比起那些，我比较想多多了解大稻埕，对吧，甘麦？我跟你说，甘麦他很内向的。我是乌拉，大家都很有个性呢。难得到地面上一趟，要不要跟颜小妹一起去逛逛大稻埕呢？大稻埕有什么特色呢？哦，大稻埕过去呢是北部重要的贸易港口哦，而现在则有一份怀旧的气息。走在街道上，南北杂货、庙宇、博物馆，带领着大家走入时光的回廊之中。今年文创产业也在大稻埕萌芽，有好多文青的商店在等着大家来挖掘呢。什么商品都有呢，我的钱包都扁扁的了。你们觉得大稻埕如何啊？有很多特色，值得好好探索一番，非常适合有空来走走。没错，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一起到大稻埕来玩哦。大家一起来玩。